哇塞，请进，超强的 view， 刚刚火车就这样经过。对呀，哎，协理，哇，快点玩。人走进来这里，整个心胸整个开阔了起来。对，我们这边是全宜兰莱阳平原最大的建筑物。哇，我们全馆有453间的客房，这么多间哦。而且我每间房间都是双汤匙，可以直接在里面泡汤。而且听说你们的 view 呢，真的是全景 view。对，全莱阳平原270度的 view， 东南西北。哎，它是莱阳最高楼，然后 view 一定超级，我好期待啊！真的。我们家既然是全莱阳最高的建筑物，我们也有星空酒吧。总共有几层？我们的建筑物总共有24个层楼。几点钟就可以到空中去看一下？下午3点就可以去看日三岛了，晚上就看夜景，有两种不同的 view 可以看。那我们也在乎吃的部分。吃的部分的话，今天有帮你们安排了我们这边莱阳最顶级的怀石料理。我们真的是怀着感恩的心啊。早上的部分的话，我们是可以从早上的6点钟一路用到下午的1点钟。对，几点起床？这个都有早餐可以吃。配备就是一博二十的概念。你可以睡到11点退房之后再用早餐。蓝阳平原第一高楼，里面请。我而且从这里看过去，龟山岛就在那边迎接你。你现在就是成为这个宜兰里最高的男人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阳台可以出去哎。你看从这边这样。对啊，好扯哦。来来来。啊！哎哎哎哎，待会有人就报警了哎。哎，我在宜兰叫哎。接下来让你更惊艳的。好不好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有更厉害的吗？噔噔噔噔！哇，哎，这个汤池也太扯了吧！而且呢，这边是温泉的。你看，它还有这个沐浴盐哦。对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日本综艺？对，一般都会打一下。对。待会我们就加一点，加一点，我们来泡泡脚。而且毫不吝啬，给的是一整罐哎。哎呦，有这么样一个设施的地方，是。哎呀，哎，你现在是香扑的，现在去邪，太棒了！而且小郑，我跟你说，你怎么这么耐热啊？因为我两只脚都是假的。哦，这边是不是比较不烫？这边比较不烫。Enjoy， 哇，舒服哈。那边是山泉水，这边是温泉，所以你们觉得这边是一个比较滑嫩的感觉。对，慢慢的要进入晚上了。对对对，而且它的繁星点点，真的世界级的景观，龟山岛就在那边陪伴着你。没错，哎，我们这边看的完全就是太平洋哎。对哦，假想身心灵都正在呢放松过程当中。哎，我不用假想，我是真心的放松。对，其实我早就放松。亲爱的李主厨，李主厨你好，是，而且李主厨呢，这个功夫呢了得，怀石料理应该怎么吃？来跟我们讲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怀石料理来讲，我们是一个 set， 就是有好几道菜去组成一个套餐式的。是。那我们第一个会吃一个是一个开胃的前菜，就是这一盘，我们有用3种的不同的烹调方式跟食材来呈现，大部分我用到我们的宜兰在地的农产品啊，是，海鲜啊，太棒了，食材，嗯，来搭配一些日本的一些烹调的做法。所以我应该先吃哪一道？好。我们先来吃这一个蟹肉醋味葡萄。蟹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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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不好意思。蟹肉搭配葡萄，那葡萄是用泡酒去制作的一个方式，然后搭配我们的小龙的一个萝卜来去磨成泥。它有用醋去？对，类似这种水果醋的白醋这样。然后还有一些紫苏叶，是紫苏叶跟这姜苗花。对，你像你在那边吃，我这边蛇底涌泉的那个泉水。它整个口感吃起来非常的舒服，很就是很适合夏天那种，就是雪场蟹吧。
是非常蟹的甜度，它的甜味。那个眼神就说：“哎，你们吃蟹啊？”那我们的第二道呢，在地苏澳的一个野生章鱼。那我们是用在地小龙的一个小黄瓜去制作一个酱汁。怀石料理其实呢，它所用的器物都非常讲究。你就这样的一个底盘，嗯，这样这个也是非常高贵的那种那种工艺师做出来的一个陶艺品呢。是。然后这样的小的器具，你们看这个，嗯，这是完全进口的。那吃起来非常软嫩。嗯。嗯，是有上去再去炖过吗？我们是把它煮成就是樱花那种桃红色的感觉，然后是用一个酱汁去低温慢煮，对，就是我们的一些蔬菜类，这是我们用在地的小龙。嗯，那个清脆真的是我都可以打击哦。好，那我们第三点呢是一个鲍鱼，那我们这个鲍鱼是一个日本的传统的一个做法，这是个米浆吗？它是用我们的宜兰的布拉提跟米跟柴鱼去熬煮，然后把它制作一个米浆。啊哟，鲍鱼本身就是嫩的，然后海味，然后再加上布拉提，好像就是它的大海，这样就回到那个大海里去提它的那个味道。味道，这一道我儿子应该也可以吃，因为它本身那个米浆，它就是跟布拉提的那个鲜味，因为它都圆形去弄出来的。对，它的概念是有种像那种布拉提羹。布拉提做的那感觉，对，超好吃的，味道超好吃。这个是我们的原山的香鱼，这个水质不好，养不出香鱼，真的。那我们是做日本一个传统的柚庵烧，它是只是用日本的柚子，然后去制作一个酱汁，然后刷上去去烤。旁边的那个不是道具，它每一个都能吃的。是的，那是梅子下去蜜的红萝卜，吃起来又像地瓜。你的料理基本上都算是你的创意吗？是。怎么可以把红萝卜弄得跟地瓜一样？地瓜本身就会有一个 Q 度跟黏度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这一道可以哦。哎呦，抽刀断水，水更流啊。3.2分，那我们可以搭配自己这个做的用话梅去腌制的一个醋酱，因为我刚好又咬到就是有爆蛋的，对，它有软，对，好嫩。香鱼为什么叫香鱼？它烤完之后的那个香气跟独特的香气就特别香，非常棒的那种胶质，对，软嫩 Q 弹。好，那这一个呢是我们一个比目鱼的七边肉。哇塞，哎呦，油脂很丰富，胶质很多的一个部位，那我们会把它炙烧过，然后加一点点寿司去提它的味道。可以把它夹起来像汉堡一样，像汉堡那样吃哦。是的，这个夹起来蛮创意的，它这个脆点。但是麻烦你咬那个，咬鱼多一点。他一口就给我看到屋里那边，整口要给他咬下去。那那边两边都有了，哎呦，屋里冒出来了。哇，哎，它是有层次的，是，它是前面是先被那个比目鱼那个油脂给包覆住。哎呦，没事。啊，加这个饼多了那种脆口的那种感觉，这个口感，外面的酥脆，然后里面那个鱼肉跟那个乌泥这样子，哇，一口化下去，大海的牛奶就这样冲了满满的一杯。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温雾，那我们温雾呢，下面是一个莲藕去包一个虾泥，然后去炸过。上面是我们宜兰的山泉鲈鱼，哇！然后我们搭配一个明太子，一个咸味，然后去提那个鲜甜的味道出来。因为也是当季的，这是我们当季的东西。它吃起来有点像煮物的那种感觉。对。然后加一个芡汁去搭配这个滑嫩感。一道菜的一个灵魂就是来自它的酱汁，哎，它里面会越嚼越香，是因为我们这个芡汁是用一个柴鱼高汤的芡汁。这个就是牛肉，我们的强咬部分。哦，牛肉啊，这红红就是，这是东升南瓜，它属于这种比较松软，蓬松的那种南瓜。那我们这牛肉呢，我们是选用澳洲的一个冷藏牛肉，它没有经过冷冻，所以它肉质会比较有鲜甜味。哇，它的香气好足，而且它又特别甜。因为每次都会比较强调它的那个牛的走那个香味比较强烈，它的那个肉质是比较甜、比较细腻，而且它就是特别还用了七味粉再去做调味。哎，对对，有点七味粉，跟它有点像红椒粉去甜。对。这番茄有特别在我们这个蔬菜类，我们都是用橄榄油去烤而已，会保留它的原味。
最后一道就是甜点，它很像宝石哦。嗯，它是一个手续旋饼，它是一个日本的国民美食吧。我们会选择用这个东西来呈现我们台湾的桂花，桂花那样，然后有金箔，用糖去腌的那种桂花，桂花，还用黑糖，黑糖，这黄豆粉，黄豆粉，嗯，太享受了哦。这种细致哦，真的会让你慢下来。对，而且呢，你的全神贯注呢，放在你舌尖上面，然后你慢慢的上下颚这样给它挤压，它能在里面奔放。那因为黑糖本身比较强烈，那它的桂花比较清甜，很赞的，很好吃。嗯，不知道那个价位怎么样？我们算很亲民的价钱，整个套餐吃下来是1680。太划算了吧？好像也划算了吧？是是是，哇！这去哪里找啊？就在这里哦，对，就在我们这里。在养牛。早安，早安。这只是小牛吗？对，这只是小牛，它现在还没有2岁。等一下可以摸摸看，感受一下有没有。好，等一下呢，可以给它吃这个点心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可以跟它互动。那这个点心给它，它就会很稳定的跟你。它的毛色怎么这么亮，很像马？它天天都有在梳毛。有光泽。哦，它尿尿了。哇哇，水龙头嘞，只给它一小颗，它涌泉以报啊。对啊。因为一般农场，大家都比看谁动物比较多，你们就专精养牛。对，我们是为什么？我们在做那个农村文化体验，是把以前的农村的乐趣带给大家。那黄牛跟水牛差别呢，就是黄牛它比较耐旱。对，那它脖子有一块很特别的地方。就是那个垂垂的，哦，那块叫什么？摸摸看，那垂皮。主要它是他们以前是在耕种旱田的，旱田就是不用踩水的，硬的，对，它讨厌踩水，对，它很讨厌水。它以前在那个农业需要运输，也会以黄牛为主，因为它可以，它力量比较大，对，它力量比较大。等一下我们可以去摸摸看大只的。哇，它年纪多大了？这只8岁，一般的寿命他们可以活20-30年左右。哦，他们有身份证吗？以前在早期农村有一种身份证叫做牛吉布。那它在辨识呢，就是看它的腿上面的发旋，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。那黄牛跟水牛不一样的，就是黄牛它的旋会在背上，这里真的有个旋，跟人一样哈，有两个旋就是比较勤劳的牛。啊，它这只是单旋，所以它比较不爱工作一点。哎，牛一天吃很多东西哎，吃50公斤。是水牛区，是哦，所以我们看到有泥沼，哇！你说他们身上都会脏脏的，就是因为他们都会滚泥巴，因为水牛很怕热，然后再来是他们可以除蚊虫。最左边这只呢叫做蒙奇，它最老，蒙奇啊，它的食欲最好。哦，那第二只呢叫做小伙子，小伙子，它是唯一的男丁哦。那第三只是等一下的重点，它是牛王哦。哎，那只都没吃到。对，那只叫美女哦，它吃会被撞，它体型比较小会被欺负。为什么叫牛魔王？是因为一般牛的门牙是8颗，那它的门牙有10颗。哇，对，啊，古书有记载说9颗牙齿的牛叫那个牛公，就是很有力的牛公。哦，10颗牙齿的就叫牛王。牛王，它好像听得懂人话哎。对对对，你叫它，它就会看你一下。牛魔王，哎呦呦，哎，好，我先把它牵出来。啊，会垫那么高，就是因为水牛很会跳，坐2层的话，它会跳出来吃草。那他们上个礼拜才去大马路上散步而已，他自己跳出来啊！哎，好好这样子。他们都想要出去玩，他们。哇！可以啊。有没有怎么样？没事没事没事。美女干嘛？他其实没有没有攻击我，他只是想好奇顶我一下。他会闻一下。走。啊，你等下跟他说 go go。好，你走他后面哈。来这里，那边那边 go， 你去。啊，再甩身。你跟他说 go go。来走，对，很好。哎，好有成就感哦，好像你突然会骑重机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稍微拉一下，好，让它左转。来，走 ，Go Go Go。这时候它就是在考验你的时候，它会知道你能不能用它。来来来来，牛王，牛王，我们先去表演一下。你看，你完全控制不了它。牛王来，
我们会这样把它牵着，这样就是让它专心，这样你会感应到它头会动，所以它如果要撞你就比较不会撞到。喂，这里，其实很多学问呢，对，好，然后把它套上来，后面的绳子要顺一下，这样吗？对，那个放后面。好，我先绑绳子一下，来。好了好了，不可以去了，好了，来，龙王 ，stop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挂这个牛犁呢，我们在雷缠的时候啊，是。我们会走这条沟沟，松一点，因为它等一下会犁田了。这样就好。哦，等一下顺哥走这个，顺哥应该走前面。哎呦，哇靠！哇，这个牛力快的。人家说牛有这个蛮力。对啊，他如果停在甩绳子，跟他说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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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哦，好酷哦！哇塞，好酷，很有力量，哇哇，哇塞，对对对。来走走，他先大便一下，大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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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待会会从那边经过。对对对，我看到了。你要把它翻过去。来，我走走走，我要踩到大便啦！好，等一下拉绳子，跟他说哦。好，好，我们往这边走。来来来来来，回头。OK， 来，牛王 go， 来。哦，哎，果然不够强哎。其实以前犁田最难的是回转。好胖哦，牛王。对啊，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土块会越来越深。对对对。啊，稍微下压，这样这样。哦。走走，小心开始。嘿嘿。小心，他把它拉断。哇哇塞！他把它拉断。哇。哇，直接断掉了。他把它干断了。以前呢，水牛它很怕热啊，它。那个做农作啊，太阳太大要帮它降温，所以我们会帮它洗澡，然后加刷子。啊，它如果很舒服呢，它尾巴会翘起来。哦，你看它的尾巴哦，它很舒服哦。啊，水牛很喜欢跟人家梳这个，你梳了它会举起来。哦，它知道你在。哦，黄牛是不行的哦，黄牛会踹你，但水牛呢后脚比较不灵活，它不踢的。你跟它有一些互动之后啊，就还会产生感情。对，对，产生感情。嗯嗯嗯。剪开洗一下吧，这样子很棒。哇，哎，你看，然后它这样会很乖。如果牛只跟你有相关的信任度，它就会喜欢靠在你身上。真的哦，你可以这样跟小狗一样，可以跟它这样按摩啊，它会很喜欢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哦，不要试试看吗？不用产生互动，对对对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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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试试看。好，好，好，它好像愿意。好，等下两只手这样抓好。啊，对，稍微抓着，啊靠着，啊这样梳梳它，嗯，梳梳它，啊这样往它脸颊这边梳，哦，啊抓着哈，接人家抓一下，接人家抓一下，啊小心那个，好，哎呀，他不喜欢你，哎，他不是说人人都要的，他需要一点训练。我们等一下为了要犒赏你们呢，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农场特别的活动，牛粪来烤爆米花。啊？对，你说犒这算犒赏吗？哎呦，好，这原料都已经就位了。是的。对，来，我们现在呢要用牛粪来烤爆米花。这个真的是牛粪哎，这真的是牛粪，晒干它这样。对，它的纤维会在这里面。哎，很轻哎，断成三层。你注意闻一下，有味还是有味？哦，哎，这是第一次跟牛粪接吻的样子。哦哦，起来了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可以把爆米花放上去。你有没有练过那首歌？嗯，农家好。农没有，因为我练了也是白练。农家好，务农家好，青山绿水十面绕。你怎么还记得啊？哎，我就是记性好。嗯。哦，你们还有冰淇淋哦？怎么不早说？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我们用牧草榨汁做的。哎。开始了，哎，有在爆了，有在爆了，哦，开始弹跳了。爆米花观赏秀，吃冰淇淋不错哦。哎，这个牧草的冰淇淋赞哎，它的原有点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就是我们去现砍，然后再现榨汁。哎，这我们真的不错吃哎。还是我们把它叫台式抹茶。
因为还有热度。耶，我们也吃爆米花了。好，好，哎，应该可以吧？有点烫哦。来，来。嗯，哎，哎，这种吃法也不错，哎，抹上去是。感谢你哦，我要去吃农家菜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敬凯，祝你生意兴隆哦，加油，谢谢。真的是原本就是个谷仓吗？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建筑，它是其实是，哎，它有那个真的是有肌肉的。对，哎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眼睛要检查一下了。像不算哦。他会不会是那个厨师啊？对，应该是厨师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是你好。壮维最帅的老板，谢谢谢谢。喜欢这样的时代吗？农家时代是，有以前小时候的回忆，农家小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你们家农家乐一下，是，它有弹珠台、古色古香的东西哦，弹珠台，而且它是有奖品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通通有奖。哦，我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我才六个而已。老板，我可以换什么奖品？来这边，你又没给钱，我没有给钱，对哈，你还是要给块，五十块。我要这个，这个也蛮好吃。对啊，来老板，分你一块。老板你要吃一块，好吃好吃好吃，要回味回味回味。这边有以前的灶咖。哇，我们在这边煮饭煮菜。哎，还有真的有在用哎。哇塞，那是油饭吗？挂底花崩，都是招牌餐点。他们跟我说，他这边是子弹是打不穿的。对，我们的墙壁，然后屋顶、地板，它都是两层厚。哦。第一防潮。嗯。它以前有战争嘛，但是它又防炮弹。这就是麦芽糖哎，麦芽糖，就是麦芽糖，然后拿那个饼干粘着，这样粘着吃，哎，加饼加麦芽。然后我们这边有那个古早的童话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国扎比的战斗陀螺，来，这个甩一拉，一二三，加恭喜登上卫冕者宝座！哦，翻回一层，那个烧滚的那里，哎，对，北山。耶，棉花糖，锅热到糖，嗯，差不多刚刚我们一尺就能做这么大，是的，那是阿嬷的假头发，对，倒下去它就开始有了，中间这边倒，嗯，哎呦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快卷。不是这样子啦，这样子转，哎，你那边是雨伞了，哇，天衣伞，哎，蛮漂亮的哦，哦，南城南，哎，还有，哦，没了，啊，这个可以入菜哦，是，我们直接放到我们的食蔬上，那这是我们师傅自己做的和风酱，哦，哎，啊，再淋上去哦，是，哦，没有，它就会慢慢的化掉，食蔬上面，好浪费哦，哇。那我觉得这样子吃比较好吃，哎，是好浪费，因为我们要需要好浪漫，嗯，好浪漫。哇，哎，闻到那个味道就是像以前那个板豆那个味道，对。棉花糖它的已经慢慢渗透到整个棉花糖的甜味，然后食蔬，哎呦，沙拉的感觉，好，谢谢。好甜蜜哦，嗯，而且它的那个甜度还不太影响它整个沙拉清爽的风味哦，真的太棒了。我们用瓦工，瓦工是假饭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小碗喝汤。我阿妈常来讲，我恁这囡啊，假饭用瓦工，做书香彩虹，在宜兰哦，真的是冲跟不要钱一样。已经升级版的吧，它有那个香菇去煸，你们还加了一些蒜蓉、蒜头投进去的肉末，嗯，哇，好好吃哦！你这个已经应该是有点炒饭的概念，半炒饭的概念，半炒饭，然后再加上还有点日式炊饭的感觉，哇，好好吃哦！哇，那南国汤是什么汤？白米鸡汤，简称我们农家的人参鸡。你这是用那个？那个粥的那个暗，还暗，还流暗，暗暗麻呀那种汤，是以前的时候，因为农家务农，
经济比较没有那么好，那东西都不能浪费，用短凿，用为猪崩，然后剩下上面那个漂浮的汤就是这个，对，然后现在先融入鸡汤里面，哎，这个喝起来好舒服哦，它有一点那个鸡的鸡汁，但是那主要是煮米的那个甜味。哎，这个一定要摇一下。这一道看起来非常非常精致，我们宜兰有名的樱桃鸭。但是为什么会有人那个拔丝呢？弟弟师傅的手工，他们会去甩糖丝，然后做一个摆盘，可以跟鸭肉、洋葱，那小朋友可以加糖丝一起吃。其实是蛮搭的，它还有点微微像梅粉的感觉吧，它也不会让你说那个甜的味道过甜，而且它像炒完之后还有一点焦糖焦糖的感觉，哦，全被我讲中了，对不对？看到这些菜也快感动哎，炒饭吃的第一口我就快哭了，对，谁老板里面为什么没有什么吧？它就是以前我们农家的一个 king camp 的精神，不能浪费的精神，有点像大锅炒那种北菜的那种感觉，杂菜啦，那个白菜的卤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蘸最后它那个画龙点睛的蛋酥。那个水萝卜真的是我们好道地的味道哦。对啊，然后我今天这个非常我感动，我很少吃两碗饭的。又加第二碗，对，受不了。这一般哦，看人家吃饭看碗底，就知道房间干净的程度。是蛮准的。那我们是随时来，就随时有东西吃吗？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们主要是要预约比较有保障。而且说实在，有时候有些台菜的东西，你那个要预先要先做，是是备料啊，对，就挂嘴巴不用，就是忍不住后的一个丰收的感觉，喜悦。谢谢宜兰，我们就要跟宜兰说，我们下次还要再来。对，感谢，谢谢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传说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